今天呢，是我们圣诞节以及到过年一连串的活动当中，可以说是达到最高潮。晚上叫做平安夜，喜安诺好做平安夜，我想大家耳熟能详，都会唱这首歌。平安夜，圣善夜，万暗中光华射，照着圣母，也照着圣婴。咱毋盲讲，伫这个时阵，从天上来的祝福，能够升值在每一个家庭，升值在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就是爱要分享，希望来自天上给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的爱，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爱能够分享出去，跟你周遭的人大家共同来分享，也让我们云林县能够成为一个温暖的城市。这个活动完全是一个爱分享的活动，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发票，有12000张的发票，都要来送给一心育幼院。我们小英之友会在这3天当中来进行义卖，义卖所得也全部都要捐给我们的家福中心，这就是一种分享的爱。还要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们的跨年三部曲即将在12月31号跟1月1号元旦来连续举行。第一站立规三站立，也就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，下午3点到5点，我们要在台湾海峡的海岸，在四湖乡的博阿寮渔港，我们要来送别2017年的最后一道夕阳。我们要用音乐来跟2017来道别。那么在12月31号到1月1号跨年的时候，咱伫剑湖山，我们有灯火烟火秀，我们要在那边进行倒数，要迎接2018年的来临。最后，我们要在1月1号，在早上5点半，大家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云林县的地标，在西罗大桥上面，要迎接2018年第一道的晨曦，要从我们的母亲河，从我们的浊水溪冉冉的来上升，完成了我们跨年的三部曲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连串的活动。在此也邀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，大家能够共同来参与。最后要敬祝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年年平安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云林圣诞，耶耶耶！